到天上去。排了多久的时间？4天。上个礼拜五晚上6、7点到这里。昨天早上10点钟到这边的，到现在是22点。非常非常的快乐到天上去。我话说太大不舒服，哎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蛮舒服的。排了多久的时间？4天。怎么会提前这么多天？因为通常可能别人都是前一天。我要想要第一名，那就是要做好提早准备啦。对啊，我必赢。上个礼拜五晚上6、7点到这里。OK， 那这段时间就是排队的话，都是有人轮流排吗？还是大哥都在这边？那大哥怎么会就是想要选亚太作为你的头像呢？因为我是亚太的忠实客户，那亚太的 iPhone 开卖，我这次就是来第5次的开箱。反正你们千万好礼了，辛苦了8天4夜的时间，非常值得啊！那怎么会想要来这边排15呢？台中的朋友他合约到了，想要续约，也想要换机这样，所以他就是因为他是从台中中午搭客运上来到台北机这样子，所以我早上先来帮他占位。原本以为现场机会很多的，但没想到我居然可以抢到这样。